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的消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番赏这个东西？一基班 Kuji 是由日本 Banpresto 现在已经合并成 Bandai Spirits 所推出的抽奖商品，每抽的售价呢是680元到850元日币不等，基本上呢这是在日本才能抽的奖品。台湾呢也有不少店家会整组引进，然而这次萨达传说一样也有推出一番赏奖品的内容呢，非常之丰富，如图所见啊，可以看到有 A B C D E F G H 八个奖项，整组呢一次抽啊，大概全部有70抽啊。啊，那讲这个要干嘛？不讲这个我又抽不到。哎呦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想。最宠粉的肉肉呢，一定要给大家一点好康的。我们伟大万能的助理瑞阿塔前一阵子呢，决定让大家都有抽奖的机会，从日本呢直接整组买回来。留在我们 Discord 群组的肉粉啊，应该已经有人知道可以认购抽奖啊。然而当初我原本以为应该会滞销，没想到大家购买力十足，几乎快全数认购。我们会在周日晚上开直播，现场抽奖给大家看。啊，你讲这干嘛？都认购完了，讲心酸的哦。心头肉粉们别担心啊，都说宠粉了，我二话不说跟瑞塔下跪说，拜托，请你给我两个名额让我抽，我要用送的。没错，就是送的，不是认购哦。周日直播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时段，我会拉参加抽奖线，到时候只要在规定时间内留言即可参加抽奖，抽中奖品就是你的啦。484很疯，毕竟呢这一抽也是要好几百块啊，希望大家周日锁定肉肉频道，先订阅起来，开启小铃铛，不然错过通知就要 QQ 咯。好，今天的通知就到这边，我们周日见啦，拜拜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